欢你的声音就可以继续约会了。用歌唱出来，而且但是你唱歌不能直接就唱我喜欢你这样，要很委婉的表达。委婉，对，歌声的。以郭长平这样子。帽子不在你床，他不戴得了，有点大。看一下，还行，还行。我听了他们唱歌，仿若是天籁之音，太好听了。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和小姐姐们来一个合照。歌声起，山花开。欢迎你到东寨来。欢迎你到东寨。够意思，这一下子可以。感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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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动